我知道呢，很多人已经来连续第三天了。我是好声联播网DJ圆圆， 今天我会跟你们一起到十点，你们可以一起到十点吗？哎，谁说不可以？怎么这样子？不给面子，讨厌！哎，一定要的好不好？今天什么之夜啊？看后面，世界摇滚之夜，好，很乖。 今天我相信很多人应该已经在海滩睡了第三天了，对不对？<笑>好，我相信大家呢，今天来参与我们海祭，应该已经是仕途老马了，对不对？哇！萨瓦迪卡，考普卡，水晶晶，人怂赏喜上啊！好，我全部都念完了，你教我，有没有？你们应该很厉害，<笑>什么？ 来呀、啊，来一句，来一句换，怎么欢迎他们？嘿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词穷了，对不对？不过呢，如果说大家有看泰国电影的《爱在暹罗》的话呢，你会对里头有没有很熟悉啊？里头的那种哦，觉得自己都很想是男生，想都想那个有没有变男同志来谈一场恋爱，哦，很浪漫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好，今天我们很开心，在我们第十一届我们这个海祭呢，我们请到了这个来自泰国，他们现在已经是红遍全台湾了，光看这一坨人，你们就知道了。而且你们还有一个组织叫做 August，August，对不对？对嘛，对，怎么那么小声？好了，现在我们把所有的尖叫声给我们来自泰国这一团当红团体。 我想你未来是重要，没如了一环。我把心丢掉，只能注意的把你我在望。忘了路都忘了，忘了路都忘了，忘了路都忘了，忘了路都忘了。